先交出来，我帮你保管。发现可疑目标，收到。
这停车干嘛？我的车打不着火了。赶紧的，这里不能停车。大哥，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了，再给他们发吧。过年再说。给我倒杯水去。给我茶水间的位置。节到了，回家过个好年了。